林振华。继续登场要轮到的是第二棒二垒手61号黄永传。第三棒安排的是游击手94号马杰森。继续第四棒指定打击32号曾颂恩。紧接着登场的是第五棒一垒手7号何恒佑。继续要介绍的是先发第六棒三垒手5号王念豪。继续登场轮到第七棒左外野手11号周家乐。继续为你介绍的是先发第八棒捕手4号张翔。最后安排在先发第九棒的是右外野手82号冉成林。而今晚的先发投手安排的是背号46号邱俊威。先发投捕两个也都在牛棚做最后的热身准备。最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总教练金秋王子高志刚。接下来是唱国歌的仪式，请球迷朋友们起立。